好了，那现在来看看中国小孩一批二批是杜米尼加的朱黄梅纳二弟啊，熟悉街霸五的朋友应该都对他非常了解了。这个警方马上再确反，朱黄用的是卢克啊。比赛规则抢三，第三个抢三，来吧，来看这场比赛是第三个抢三了啊。好，小孩刚才跳出来，居然压到了逆向。不错不错，小萝莉的博弈再次展开了。小孩没有选择起招，还是要压逆向，绿城压头，但是朱黄梅纳二弟的反应非常快。哇，小孩的爆发被对方惊防了，重锤打康他，绿城双手，还有一个超杀吗？来了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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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咣！哇，格打死了！啊，这个金房双绿冲确认啊，超杀，直接反杀了，真的牛逼啊！人家绝对是练过的，小孩加油了。这刚才这个可以入选为本周最佳局了吧，朋友们？我靠，我操，真的反应真的超快呀、啊！单发确认超杀，小孩的迸发被对方直接干死了。赌成龙了，这一时刻小孩不管了，老子要跟你拼命了。他白了，他白了，白了，对面也白了，超杀魔血，小孩防不住了。卢克这个角色消耗斗气非常严重啊，但是爆发力也相对的也是格外的强。梅纳这先开张了啊，这个卢克可以说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卢克了，朋友们。哦，又是个金房反投扔角楼里，又打选择题了，但是小孩提前出下中脚摸奖，这一刻小孩要立回了吗？加油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。啊，怎么办？跳！我靠，你升龙哪去了？别拉货啊，小孩，对方赌升龙了，小孩稳了，这一个升龙就奠定的这一灯的胜利了，但实在是有点难。小孩这么多的血量，为什么要后退啊？不要退啊！你要咁快抢啊，这个！来吧，卢克开始爆发了，再打起针怎么压？哎，他怎么没拆头啊？连续投，两投，第三，三连投，不会四连投吧？这次不给你投了，小孩，再次中脚摸奖，来了个三七超杀吧，先把血量给他打下来。哎，这个小孩没有，哎呀，对方又亮灯了。刚才对面这个厚厚啊躲到了小孩的头啊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四四啊太快了，第一时间四四。小孩本来是想骗他出一个金房啊，但是对方没金房啊，而是选择了厚厚。好了，这次绿虫又投到小孩，怎么办？小孩，你的四四呢？三连投了，第四连投有没有？朱黄这里不动了，要套路一下小孩。好，进房，哎，晃来晃去，双方展开了力回博弈了。小孩赌着龙，夜色龙打空。哎呀，还有一气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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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会不会被踢头呢，朋友们？好了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这个时候不要太去力回了，就是攻啊，强，对嘛，就这个样子，多好。梅纳二弟刚才也是猜到小孩要可能要出升龙了，空中直接升龙跑开，在压制角落抢头，第一时间被小孩猜头了，小孩绿冲打完打空，马上就升龙取消，
美男二弟这一次没了，小孩拿下了关键的这一灯啊，不要被剃头啊。好了，继续来看一下美男二弟，哇，这是一个插盒呀，你看到没有，他这里用绿冲追小孩的下中鸟，小孩的习惯太看来游戏要三气满了。好，再加二连头，三连头迸发被贴反头，我操，这个反应好快，迸发上墙我刚这也行，三气上来之后大家看打多少血，兄弟们啊，又是一个打得你满脸桃花开，要不要凹一下，小孩手上有个贼白了，小孩白了，小孩白了，前冲堵射楼。好了，比赛打到现在也是非常的给力了，左边是中国小孩，右边是多米尼加的梅纳尔利，加油小孩，我相信你是最胖的。我操，这个绿冲被对方截了，美娜二弟现在发起反击了，现在又会关厕所，二零头上天，要不要凹一下，这个猜头又被对方骗到了，全部猜错了，警防有没有用，小孩正龙迸发破绿冲，小孩这里完全被对方猜对了，要不要再凹一下，小孩顶住顶住顶住，还死不了，还有机会，不要慌。好了嘛，终于是最习惯的下中腿木桨。好，清泉两段之后再次去了小中龙，吕虫压制他头反边，完了又是一个骑马击炮拳，打的小孩满面桃花开了，又开始啊